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机关，需要你来救。啊？这也行？